多的那个来不及逃跑的一些小生物，就会躲在里面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呢，也是离我们这个十七平方景区的入口哦最近的一个地方，也是各位朋友呢最容易抵达的一个这个景点哦。那各位朋友有机会的话呢，都可以到这里哦来走一走，来看一看哦。